子就要冬至了，那么健康二点零提供给大家九九养生法，九天是一个这个循环了，就是说你这九天做一件事情，到了下一个九天再做其他的养生法。第一个九天，哎，刚教的扩胸抗流感的运动啦，然后可以用一些滋补的汤品等等。接下来第二个九天有按摩极泉穴，据说它是人体温暖的开关。对，极泉穴它很特别，它是在腋下，它很像是我们要散热或叫发热的地方。你发烧的时候，小朋友冰敷袋不用放在这边，我们可以放在这边去可以散热。可是我们在很冷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说1929不出手，就偶机上都很喜欢放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拳头放在腋窝，这边有两条腋窝动脉，这地方是一个冷热最交接的地方，你去刺激它。你把拳头很简单，就把拳头放这边，用手去硬压它，挤压腋下的时候，其实这是心经非常重要的穴道——极泉穴，它就会刺激全身发红发汗。在一个心脏被比方说心肌梗塞或心绞痛，甚至在一个身体循环比较虚弱的时候，极泉穴都可以达到它的一个效果，就像你迅速可以发汗发红发热。有些人他在一个晚上是他的脚已经放在棉被里面放了两个小时，很冷，他老公还说你的脚怎么拎叽叽。其实你可以让腋下，请你老公或自己都可以按这极泉穴，两边都各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去按它，可以让它整个刺激循环更快更加畅快的方法。 OK， 所以中医是我们不用特别早，就是把拳头握了放下头，这样压就好，在深凹处的地方就可以了。OK， 黄医师曾经用这个来急救过。对啊，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其实也是年轻人，但是很多人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高血压，就他可能有一天他的药可能吃的比较多，血压突然就休克了，在门可能去爬山的时候，那时候他躺在地上全身发白的时候，我就按他的极泉穴。极泉穴除了说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是用拳头这样去按摩之外，他也可以捏，就像我们胸大肌把这胸大肌在腋下的肌腱呢就去捏它。其实哈，轻轻捏是算是酸爽的，那重按的时候呢，是会弹起来，对，它会弹起来打你，真的，哎，结果它弹起来打你，像人中穴那种急救穴的概念，甚至它可能比人中穴还要再痛一点。如果大家可以就是可能老婆捏老公啦，这样子会下手狠一点，就这样。哎，可是如果我们要帮小朋友捏，他会咯咯咯咯咯咯笑啊，那怎么办？欸，那表示说哈，那表示说我们其实有轻刺激就好，他会咯咯咯笑，代表他的那个刺激量也足够了。也足够，不管痛或 笑都可以吗？都可以，因为痒就是一种小痛。好可爱哦！早上起床要出门之前按一下吗？还是什么样的时间点？在这一段养生怎么做？极泉穴除了早上在很非常寒冷的时候或温差非常大早上之外，还有另外第二个时间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因为男生很特别，是男生在一个过劳在一个工作压力很大，每次其实在急性高血压，还有这样是比方说有些中风前兆，很容易在中午吃完饭到4点左右，这个时候在一个交感跟副交感神经交接的时候，事实上在男生上班族，我建议你可以到茶水间或去 Seven 买咖啡的时候按摩一下极泉穴，对你的身心舒畅和预防危险会有非常好的帮助。曾经有人教过说，哎，用这样空掌拍就比较没有效果咯，是吗？空掌拍它对于整个腋窝的动脉和刺激旁边肌肉比较会太轻柔，太温柔了点。好的，所以提醒大家，我们的九九养生法在二九的时候呢是要按摩极泉穴，就是把拳头放着，然后另一手稍微压它，这样子很简单就可以了，或者是用虎口抓你的这个腋下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今天是看到三九，但是整个冬天很长，健康二点零会持续的教大家这个很特别的九九养生法。其实鸡汤有非常多的营养，可是包括我在内，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好好煲一只鸡。那我自己呢也会推荐我的患者还有一些朋友用低鸡精，因为低鸡精对我而言呢，它有很高含量的那个氨基酸，它是一整只鸡它用高温高压的方式把它的营养给萃取出来，所以它的氨基酸的浓度其实是足够而且很高的，其中有很多支链氨基酸，它对于肌肉的合成是很必要的元素，而且是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，所以包括我在内，我也常喝低鸡精来让我的肌肉可以持续生长。另外呢，它是用高温高压的方式去萃取出来，所以它其实不需要额外去添加什么盐啊或调味料，整只鸡的原味其他的钠含量就是刚好的。本身呢，它用一些离心的技术把一些脂肪还有一些饱和脂肪酸把它离心掉，所以对于不想要额外摄
摄取脂肪的一些群众哦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，它就是一个很营养的氨基酸，而且它可以常温保存啊，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可能外食或者是吃东西，偶尔拿一包起来加在料理里面去食用，其实很方便。啊，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吃东西一定要安全。它有很完整的一个产销履历，可以让我知道说它的食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还有过程是安全的。喜欢健康二点零吗？一定是非常喜欢吧。那么，请大家在健康二点零的 YouTube 上面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讯息，你就可以接收到喽。